张。哇，我也开始紧张嘞。在台上看到自己有入围，感觉更紧张。虽然这一支不是我剪的，那我是帮正美报的。那我先说，正美，不管你有没有得奖，你是我们心目中最强的剪辑啊，最佳好了，刚刚最强有点太嚣张了，最佳的剪辑，你是最棒的。我们现在要来看第四届走中奖，哎，我好紧张死了，最佳剪辑奖。得奖的是十六。本多段的时序与故事，充满自我风格的拼凑成一个美好的故事。剪辑、素材、动画都配合得很到位，让每个观众都跟着十六坐上了五六六七。恭喜十六！首先我要先感谢所有伙伴家人，就是要是没有你们，这个世界上就会少了一群很赞的家伙。然后我一直都觉得剪辑有无限的可能性，所以在剪辑的过程中一直都很痛苦焦虑，觉得说自己到底有没有把素材画面中的对象做到最好的一个处理。那在这些痛苦漫长的过程中，我的最大的动力就是希望可以看到画面中出现的这些人看到成果的时候可以笑得很开心，所以我要谢谢这些一直出现在我画面的伙伴们。可可、奇异、纯子、森林、李耀凯、我给我妈，然后先这样，谢谢。